星天后亚莉安娜近期正在忙着拍摄电影《魔法坏女巫》，日前却经传爆售的消息令不少粉丝感到很担心。没想到随后外媒更爆出，亚莉安娜和结婚两年的老公目前正在准备离婚，似乎暗示了她突然爆售的原因。据外媒报道指出，他们在今年就已经分居了，分居前她的老公还飞往伦敦探班正在拍戏的亚莉安娜，想要挽回昔日的爱人，可惜最后还是失败了。上个月刚满30岁的她，竟被媒体拍到去看温布顿网球赛时笑容满面，当天她手上并没有佩戴婚戒。从她最新上传社群照片中，同样也没有发现婚戒，疑似间接证实了离婚消息。知情人士向媒体透露，两人虽然决定离婚，但是双方都希望可以继续当彼此最好的朋友，他们的家人也会保护他们，粉丝们也纷纷力挺，希望亚莉安娜一切安好。